阿姐先，阿姐呢度咧就有一扎边啊？系咪嗰个？抽奖箱啊！抽奖嘅，我哋先抽十个特别奖先，好嘛？哇！呢度非常之多，非常之多嗰啲。搞埋啲啊！搞埋啲啊！好 ，OK， 阿姐，十个幸运奖先。第一个号码你自己讲。208号，我哋一个还一个吓，因为等阿姐亲自颁奖俾你。208号，有系嘛？请上嚟。208，请上台。阿姐，你颁奖嘅呢个208，请上台。请上台。冇得代嘅，你攞张飞俾我睇下先啦。代系代咗啦，代。小心，小心。你睇牌咩？系咪208号？系 ，OK， 咁啊，我埋嚟，我俾 ，OK， 我上嚟，谢谢陈，希望你中意啊，恭喜你 ，OK， 好，二位，幸运爷边位？嗱，自己去买啦，希望咧嘅礼物会带俾你哋幸运啊，337，哇，中唔中啊？哇，真系好靓。都是你啊，真的好嘢啊！都話叫你自己嗌自己。Lucky number 337。咁你幸運啊 ！OK。因為真係希望。第三個。336。買啦！嗌自己 number 啦。自己 number。因為佢會帶嚟好運㗎。好啦，咁啊。二字頭㗎。二三零。係幾年出去？1980，搞錯啊！263，有，位哥哥，嗱 ，OK， 交落嚟俾你，恭喜你啊！好，第四位幸運兒啊嘛，係咩咧？大家大啊，大聲啲啊！幾多個 number 啊？呢個二三三，合咗兩張。234，咁呢個冇俾人睇到。234，我睇到咩 ？Anyway， 三字頭，305，全部大數目。有人，OK。大數目 ，OK。感謝。仲有六位幸運兒，246，冇錯，係啦。恭喜你！希望帶嚟好運啊！第五位，咩 number 啊？系啦，336，244啊，三字头嗰啲稳，好似稳阵啲。345啊，好顺啊，老板。三四五，我为表示公平，一路转住佢啦，系转到佢头晕，嗰啲飞都晕晒。人都有嚟晕。第六个，第六个奖。第六個幸運獎幾多啊？有幾多 number 啊？你自己啊？幾多啊？真係俾你噏中喎，頭先啲零六啊！邊個嗌336㗎？好啊！我哋唔阻你啦。嗱，今年咧有少少特別咧，就係大家知道我身體咧就麻麻地啦，所以今年咧就唔準備唱歌嗰環嘅。咁啊，我哋將佢變成傾偈，好唔好？見到你就得㗎啦。因為咁多年咧，其實我諗大家對梅艷芳嘅熟悉嘅程度咧，都熟到爛啦，好心啊！不過咧話心咧又唔算好心，即係我哋其實都係差唔多每年先一次做咁啊，所以咧，如果你哋有心入邊有咩疑問啊，盡訴心中情啊，咁啊有嘢問有問啦嚇，而家問啦。有幾多條啊？問題咧暫時咧就不設嘅，即不設話十題或者一題嘅。我唔會暈嘅，放心，我唔係差佬咁樣。我十一月做演唱會，我連企都企唔穩，我手點做宣傳會？有冇搞錯？我諗唔需要，因為太矮啊，真的，我腳長啊，對唔住。你哋講咧，因為咧後邊啲朋友睇唔到。如果我坐低咗咧，佢哋係好唔 friend。咁前面坐咁，你哋又唔乖，咁點啫？即係話你都唱佢
你坐先啦。嗱咁啊，只准发问嗰啲企起身。如果唔系咧，第一我听唔到，第二有冇好混乱 ？OK？ 系啦。如果你有嘢问嘅话咧，就企起身。你有嘢问啊？你都企咗起身噶咯喎，仲要企起身？问啦。當時你咁高，你坐喺度啊，諗住你而家去邊？你可唔可以熟你嘅邊？我想今日話個好消息俾你聽，其實我而家個康復咧已經去咗八成啦。其實啊，我完成嘅都二成嘅，我諗多數都會喺短期內咧會好翻。不過咧就要需要一個比較長嘅時間咧，要慢慢去身體要去調養啦，因為多謝我會，為咗你哋我會。OK， 第二條。即係講香港演唱會之後 ，OK。香港演唱會之後咧，我會繼續去巡迴演出㗎，會去美國同加拿大。之後做完巡迴表演之後咧，翻嚟香港咧，我就唞幾日咧，就會飛上去大陸四川同埋北京咧，就將會同華仔拍《十面埋伏》呢部戲嘅。你唔好咁咩话你？啊，我啊，你是说演唱会？我去北京的时候应该是12月份，做完香港的东西，然后巡回表演以后，啊？啊，这个问题对我来说竟然还早呢。那期还没，北京一定会去，啊！听说那个时候那个北京的天气非常冷的，是不是？还行吧，好了，你可以的话，到时候你照顾我一下啊。明年2月，暫時我哋未 plan 到去馬來西亞，不過有人同我哋傾緊，我哋會盡快，希望喺東南亞度盡量快啲做一個演唱會。OK。香港啊，文書咧。而家暫時咧會加，先加兩場嘅，呢兩日開始咧就會加噶啦，係。嚇？會加到幾多場？我唔知啊，視乎佢哋即係有呢個售票情況啊嘛。不過我哋最盡嘅話，可以加到10場嘅。sorry， 大声少少。新唱片啊，我哋而家咧已经系新唱片嘅部分，已经系录音乐，就已经系搞紧嘅音乐。不过因为碍于而家有演唱会有好多嘢啦，咁我谂我嘅新唱片最快可能要到出年嘅年头先会有，吓，贵精不贵多啊嘛。我會的，不過不是現在，可能很老的時候，即是沒什麼做的時候，現在那麼忙，我實在一時想不到的那路，會的。舞台劇呢，基本上呢，現在我剛剛跟一些朋友呢就初步接觸過，就會做有很多朋友咧都想睇翻《胭脂扣》嘅舞台劇嘅舞台版本。咁而家我哋而家咧朝住呢個方向
去緊。至於幾時做呢，就要視乎嗰個好多嘢而定啦，因為 musical 係要講求音樂啦，好多嘢配合㗎。同埋我而家暫時冇咗個拍檔，所以我要諗返個拍檔。佢走咗㗎啦。或者係華仔啦，但我覺得如果我同華仔應該係另外一個嘅音樂劇會係好啲嘅。總之呢個 musical 係我嘅最大嘅心願嚟，我一定會做嘅。Any question？ 係 ，sorry， 請問嗰個企起身，如果唔係，我唔知你邊個問。你係嘛？音樂特輯啊？因為我都幾耐冇新唱片出啦，所以冇音樂特輯出。寫真集，水著嗰啲人，未諗到而家，因為第一個成本會好高啦，第二你知我人嗰份要求會好高噶啦，咁我又唔係成日想拍啲水著嗰啲嘅，即係我想無論各樣嘢都要係一套 perfect 嘅嘢，咁我都希望喺我個樣同埋身形未變形嘅時候，會影到一啲靚嘅相俾你哋欣賞去 keep 嘅。入講過幾次出街？你出過街？我電視係嘛？電視咧就會將會喺呢個月內咧，我哋將會去日本嘅 Kyoto 咧，就拍呢個電視嘅廣告。咁啊，我諗好快會出街嘅，應該。咁啲香港嘅地方都係等你哋二去啲係嘛？你可以行路嘅。暫時廣東省呢邊嘅演唱會我哋仲未去到，但係我諗我哋會先做咗北邊嗰邊嘅演唱會先，或者到明年年中我哋會考慮做廣東省呢邊。Sorry， 呢邊你第一首先，你講維港嗰個群星 show 係嘛？他們有邀請我們，不過現在我們有些細節的東西我們還要知清楚一點，所以暫時 未清楚，等我知道一些詳情的時候會告訴大家聽。 okay， 不用我說，報紙都會告訴你聽。 OK， 大球場其實上一次我們搞1:99的時候已經遇到很多困難，因為其實大球場那裡是不讓做演唱會的，我們上一次是計很多部門的大家的配合，還有我們香港的政府給我們都上一次挺大的寬容，還有那邊有很多居民其實是就是他們的挺吵的，我們試過上一次的時候呢都有人投訴，不過就大家好好就知道是籌款的，所以就沒什麼怎樣出很吵啦。咁如果我們真的要當是自己聚會或者是當一個演唱會形式，我想大球場的可能性就會很低啦。我明白，我都希望第時呢有一個地方可以即是大個大球場，又方便個大球場，又靚個大球場，又好個大球場，係啦，即係會出現嘅嚇。你屋企住咧？我屋企咧就細太多啦。會不會發國語唱片？其實我現在在錄這個唱片裡面呢，有一半是國語，一半是廣東的。所以呢，我想两边都有。
我都想去，我希望我会，好好好。金马奖他们有邀请，可是那个时间刚刚好，我有工作在身，所以可能不能去。时间上面，差不多确定。新的唱片以咩音乐为主呢？就要问我哋啊，其中今日嘅有份監製嘅其中一位嘅監製人員就係蔡一智，佢係負責嘅其中一部分啫。咁就阿吳國敬咧就會幫我寫咗歌，咁我細佬啊謝霆鋒又會幫我寫咗歌，咁仲會我會邀請到啊黃耀明啊、張亞東啊一啲唔同類型嘅一啲音樂人咧同我一齊合作。咁我其實對我自己嚟緊嘅呢個唱片咧，幾有信心同埋幾期待嘅。Yes！ 屌你真係好啊！周圍唔會收徒弟？我而家嗰幾個徒弟已經搞到我頭暈。除了何韻詩是最乖的之外，新人還有兩個徒弟，我想大家比較陌生一點，比如說 Samuel 大家經常會見到，還有一個就是暫時未出現的我秘密武器，現在呢擺了他練鋼琴啊練歌啊，那我想收埋一年半載才會擺出來，因為很年輕這些沒所謂啊。翻唱舊歌嘅唱片，出咗咯，已經。我咪已經出咗佢咩？報紙寫嗰張。會唔會再重新再編唱？喺報紙講嘅。我頭先冇講過呢個問題。啊、我哋所以就要創傷方面，唔係我諗唔起嚇。管弦樂嗰個係 live 噶，唔係錄噶，嗰個係現場版本嘅。啊，所以我啱你搞錯咗，係溝通有問題。休息安排，休息。我唔係瞓得太多，即係我成日個腦成日諗嘢，所以瞓得唔係瞓得好好。嚇？啊 ，OK， 好細聲講嘢，好難聽到。我要擺個 speaker 喺面前。sorry， 大聲少少。點為之金？點為之銀呢？我好難去界定喎。我首先多謝你先，但係咧，其實我每一次演唱會咧。我都有唱曬你哋所認為嘅所謂嘅金曲噶，不過咧我就好多時咧我都重新去編排，即係去編寫過一啲嘅歌，咁所以你聽起身嚟咧就以為呢只叫新歌，其實係舊噶。所以我好慘，我覺得我做完曬之後咧，原來你哋又係以為呢只係新歌嚟嘅。咁但係今次咧，我真係啊，我就原封不動咁。隻隻咁，你哋一聽已經哦，係啊，呢隻似咗榴蓮，哦，係啊，呢隻唱啲二把，哦，咁。你中意 Faithfully
奇怪喎，即係好似唔係好啱你嗰類型聽嘅。你四十歲我都唔係，我嗰陣時幾歲？哦，多謝你，多謝你。唔好咁講，我哋唔講年齡嘅，最緊要心卷後生。嗯 okay、我由於時間關係咧，即係人哋要 close 啦，所以咧就只可以剩翻兩個問題。問啊！你咁刪呢個問題？我的代表作係未出現。在未來，我經常覺得做藝人呢永遠要向前走，如果這麼快要已經決定了哪一首是我代表作的話呢，我就不會沒有動力，沒有動力要我再向前走，所以我的最好的代表作應該是將來，無論是唱歌、電影，多謝大家。我想告訴你們，其實你們寄去 fan club 的信、card 我全部看完的、他們很好，每一個即每你們的 card 有無論細張也好或者什麼都會儲起來給我看，所以我知道你們的內心想著什麼，大家、很擔心我，有些很關心我，甚至乎叫我、這個演唱會不要做住啦，但我覺得、因為第一我覺得人的承諾很重要，第二就是說我要 keep 住個動力，我要告訴自己、我有工作我才認為人有活力的，即是如果成日休息成日休息那就好像太得閒，我不喜歡太得閒，因為 你說我有工作狂， 我接受的、所以你們不用擔心你的卡寄不出或者不知寄咗去邊，我會收曬嘅。其實我屋企咧有一間房咧係專門收你哋嘅嘢嘅，即係你哋嘅禮物啦、卡啦，已經佔滿咗我屋企嘅一半啦。咁啊，繼續落嚟咧，我就嚟唔知搬到邊啦。嚇、好啦，我借錢買屋。阿姐諗住租九龍倉嚟就擠你啲禮物啊！好啦，我哋時間咧到此為止。咁但係咧，我哋節目未完嘅，我而家呢個時間咧，我想請翻阿姐嘅一班好朋友一齊上台，一齊上台。即係頭先坐在阿姐個台上面嘅，咁你哋咧亦都冇走住喎，因為你哋個台上面咧，每人有一張歌紙嘅，嗰張歌紙上面咧係我哋改編咗阿姐一隻叫做《Stand By Me》嘅歌，係啦，你哋要翻翻埋位先，好唔好啊 ？OK， 我同代表呢個係話我同碧琴嘅，點解已經上身？阿姐就幾似啦，碧咸好似麻麻地似喎，啊！阿碧咸好似似第二個。嗱，請阿姐啲朋友阿勁，坐埋你哋上嚟先。嗱，唔該你哋讓一讓位，同埋請你哋翻去你哋個台嗰度攞翻張歌詞，同阿姐一齊合唱呢隻歌叫做《Be Happy》，好嘛？你一齊，我哋大家一齊送俾，係啦，叫做《Stand By Me》嘅《Be Happy》版本，冇錯。音樂推大，音樂大啲啊！就算天下雨，暴雨都不怕，我会挡路你身边风雨。若你心极失意，请讲我先开解你，令你可以每分每刻都死。Bye.
心，祝福永在你手，你爱充满一生都足够，希望能记住拜拜，我哋再一次恭祝 Anita 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。